你喜欢我给你准备的这份大礼，这次你别想跑了。陆爷，先生，会以为杀了我以后，那些灵族体内的灵虫就会消失，我们的圣女云溪现在也能享受一下灵族的滋味。同在，同在，同亡，你们就别想再见到活着的鱼等等。今天你到底是选择继续守护鱼等等，还是拯救这些可怜的灵族？把鱼的嫩和其他人放了，我把元丹给你。你凭什么和我谈条件？